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豹。大家知道我最近正在减肥，那减肥一年多以来啊，我已经瘦了22公斤，我的腰围变小了，所以我裤子全部都要重买。那我发现我自己的需求其实就是我需要一件口袋很多的裤子，平常能够实穿，穿得了出门，可能偶尔还要能够搭一下衬衫。所以我找了很久啊，我就发现我的朋友 Kissplay 他穿了一件 Profit 的裤子，我觉得非常神奇，因为他看起来非常休闲，可是他居然有8个口袋。所以我就跟他找了这个厂商的电话，买了，然后去试穿了这件裤子之后，我觉得这件裤子真的适合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裤子的版型啊。它虽然看起来是西装裤，可是它的剪裁其实是小直筒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它非常的利落，可以修饰我的身形。那第二个，刚刚我有讲过，我需要的是多口袋的裤子，所以这件裤子最屌的地方就是。它有8个口袋，哪8个呢？你一定没有发现，我的裤子里面现在放了很多东西。它在两侧这边，哦，就是像一般的西装裤一样，都有这么深的口袋。后面这边也有一个很深的口袋。那我的皮夹，整个皮夹可以这样放进去。再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它还有一个暗袋，哦，这个暗袋也可以伸到这么深，那刚刚好可以放一些信用卡或钞票。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口袋，我把 AirPods Pro 放在这个地方。塞着，那偶尔你也可以放个零钱，还不错。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裤管的这两侧还可以放一只手机，像我现在放的是 Galaxy Note 10 Pro， 这么长的手机，整只可以这样放进去，整只可以这样放进去。而且最神奇的是，因为它放在这个位置啊，刚好是在大腿的中间到膝盖之前，好，那这一段是直的，所以你坐着站着都不会觉得卡卡，很舒服。整个裤子啊，采用的是这种弹性的布料。那我像我这样动，怎么动，做任何的休闲活动，其实都很舒服。所以这件裤子哦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男性穿。那老板有跟我讲，因为他们是主打电商，那很多消费者其实都会烦恼说啊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裤子的长短。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去上他们官网去申请试穿，免费试穿3件，全部的款式都是8个口袋，你可以去挑好你的款式，跟他申请免费试穿，然后他就会寄到你家来，你穿了喜欢之后，你再跟他下定，这样就 OK。 Profit 的裤子啊，真的蛮推荐给大家。好，我是云豹，谢谢大家。